要偷看他脚啊，车我要顺便骑路吗？还是？都可以。那就交给你了。哦，好哦。那个，你们三个人都帮我按骰个 1D3 吧。1D3，希望可以骰到4。为什么？我要干你呢！再次，这是谁明骰还骰到3？马卡龙啊，马卡龙哦，录音哦，录音第一句话我就骂了干你呢，马卡雷龙哎，马卡龙呢？马卡雷龙，马卡龙一开始就讲粗话了。OK， 好。那，有求意味深远的 ，OK， 还好啦。我想一下，今天可能就是平日的一天，然后接近晚上要睡觉的时间了吧。给你们一个人可以做三件事情，那就先从嘉德开始吧。三件事情，在家里是吗？就对啊，在睡觉前你会做什么事？我们家现在应该还在开趴吧？你们家在开趴？大家都在喝酒，都用别人的辛苦钱开趴，真的。都促进经济循环啊，你懂什么？抓起来啦！你不懂啦，就用别人钱开教堂的人。你们刚才破坏的，不是拿别人的黑卡开教堂吗？还摆一堆正太的照片，你好意思说我？快点决定啊！啊？那叫你快点决定，你要做什么？快点！哦，总之先喝个酒，然后再跟来喝奶茶。奶茶。好啦，也可以啊，那就奶酒吧。不要打断我，我忘记我要干嘛了。太容易被打断了哦。我要跟家人玩麻将，然后骰巧手，可以吗？好。麻将是香港人，应该会玩美国麻将吧？德国麻将有这种东西哦？有啊，是哦，有啊。那你就骰吧。正在骰，出钱成功了呢。那你可能就拿到很不错的牌，然后对方输得很惨这样子。耶、yeah, ，大概赢了红包钱了吧。OK， 然后呢，接下来呢？然后德国麻将好丑。啊？德国麻将？德国麻将好丑。有虫？好丑啦。哦哦，你还去 Google？ 对啊。因为它是写数字在上面，原来德国有麻将哦，好丑的，我来看一下啊，哦这个哦，我也很想看一下啊，之前我有玩过这个，而且它还叫蓝蜜，对蓝蜜，哦是那个哦，我当初玩的时候以为是骨牌耶，还不是，好丑，可是它叠起来还蛮有成就感的，嗯，而且它其实蛮好玩的耶。好啦，下一个快点嘉德、好啦，那我想一下，我再说服一下爸妈多给我一些钱好了，真的很雷耶、你说服啊，哎、大成功耶，明明就很多钱你还那个，就是说嘛，抢到又不是我的，奇怪了，那是谁的？爸妈的吧，是狼吗？就是不是，为什么要特地放照片啊，必须要这种专业帮你放啊，那还是副科牌榜的酷哦，真的比较好看吗？对啊，刚才搞丑，真的了不起，好看了不起你。那你拿到了不少钱之后呢？该洗洗睡咯。好啦，那就差不多该睡了。睡之前我再看一下一本神秘的书吧。哪来那么多神秘的书啊？妹妹送我的神秘的书。你有妹妹？有啊，有妹妹跟弟弟，双胞胎哟。好，哪里捡回来的、啊？换你了，重要。哪里捡回来的？才不是捡马卡龙吧？哦，真的吗？好吧。那我睡前要
要听美少年合唱。好的，维也纳少年合唱团，对不对？你可以让少年们好好的睡觉吗？你这样是超时工作加班，对吧？我是在听录音版，不行哦。哦，想好像真的唱一样。好啦，你听，你听。你起来，看你屁事？你在数钱吗？我已经数完了啦。哦，是我叫他吗？蛮有钱哦，我天哪！真的很不愧是用黑卡买的。不好意思，我现在还在刷。烦人家啊你，不好意思说我。那你听完美少年的合唱之后，觉得啊，今天也得到了慰藉，真的好舒服啊，舒服啊。然后我想要干嘛？你想要睡觉。我到底都在干嘛？马卡龙。好，我想要摄影。摄影？摄影什么？外面的风景不行。很会哦。好，摄影，摄影。正在，然后你要拍一样。还以为你要拍少年。哇，他成功怎样、啊？太奇怪了吧？你是拍外面的美少年吧？对、啊，刚好角落那个就是那个，然后可能拍到美少年正在外面上厕所吧，说说的啦，太好了，上厕所，然后我刚好在躲藏，所以变态吧，你不是在自己的房间吗？等一下，你不是拍普通的风景照片而已，你为什么要躲藏？这就变态吧，对啊，警察，警察，亏我这么相信你。小珍宝，他在哪里啊？意大利啦。还想了一下，我在我自己的房间被发现。好不可以，也没怎么样吧？真是的，真的。你躲在房间干嘛？自己房间被发现又怎样？有点平静又刺激的夜晚，马卡龙就这样过去了。那换雷欧吧。对，我笑死了。对。我可以游泳吗？啊？你为什么要游泳啊？等一下，你睡前在什么地方啊？太任性了吧！好啦好啦，那我来做个，我来泡个热牛奶。哦哦，还差不多。泡牛奶。就觉得他失败就好笑，泡牛奶失败就好笑。哎。Oh.哎，也不错，泡的还蛮好喝的。他可能会看本书吧？神秘的书吗？应该就随便找一些杂志来看吧。OK 呀，看你要看什么杂志。可能就美食杂志，然后就失败了。然后。虽然你想找美食杂志，但是只有动物星球这样。差太远了吧？也不错啊，也行啦，动物很可爱嘛。关于牦牛的奶，为什么是牦牛的奶？那是冷知识吧？所以你要采动物学吗？动物学，动物，我可以采生物学吗？还是要动物学？也可以啊，生物学也可以。好，好，都失败了，而且还大失败。你是怎么一回事啊？太在意那个奶了吗？这孩子的骰怪怪，我每次都这样觉得，这孩子的骰怪怪。好，没关系，大失败也不会怎么样啦。那你可能就只是有看没有懂而已，那就很无趣的把它放回去了。那就觉得哎，今天过得不太顺心，然后就上床睡觉。那你们三个人在睡觉之前可能都想起今天好像早上看新闻的时候有看过一则报道，报道上面好像是说有一个随机杀人犯喜欢将两个人抓起来并且随意拼凑成一个人的样子，那至于没用上的材料呢会被用在别的地方或丢弃在路边，虽然没有询问到任何他的有关杀人的动机，可是犯人已经顺利逮捕归案了，大家就是可以继续放心的过生活。那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想起这则新闻，但
也有点忘记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听到的，总之就没有特别在意，想说嗯，这是一则不错的消息，之后呢就躺上床睡觉。啊，睡觉过没多久呢，你们突然觉得全身有些许的酸痛，那起来看了一下，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全红的房间，似乎是一个叫暗房的地方。哦，然后你们还会注意到身边有着，嘉德可能会看过马卡龙，那反正就是身边有其他两个男人都躺在那个地方。我来翻一下 BGM。又看到那个很衰小的神父，等一下要倒大霉了。又来了，对，是哪里啊？哦，是新面孔。我要出去。我觉得雷欧应该对嘉德那句话充满着很多的问号。什么？说新面孔吗？语言是通的吗？语言是通的。好，新面孔，所以你在这里很久了吗？没有啊，不是。是这个啊，你好，你好，他就是犯人吧？那我跟雷欧握手一下，我叫嘉德，你是？我叫雷欧纳德，有问号问号的回我。Ciao， 雷欧纳德。你好，这里是哪里？不知道。哦，我以为你好像很熟悉这里的样子。没有没有，那个奇怪的人应该比较熟悉吧？看马卡龙。那马卡龙看了一下周围，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扇门，似乎是通往这个房间唯一的出口。那在面对房门的右手边的墙壁挂了满满的照片，似乎像刚洗好一样挂在那边，整面墙都是，总共有五排。那照片的右手边那面墙呢，有五个柜子。五个柜子由深到浅，那分别上面都还有着纸牌，写了一些字。那柜子的另外右手侧呢，是一个铁柜，铁柜里面装着瓶瓶罐罐，不知道就是到底有什么，可能还要仔细的观察。那除此之外，在中间还有一个平台上躺着一个你们都没有看过的人。哦。是小孩子吗？好惨啊！ By the way， 我叫马卡龙。太随便，随便了，突然的吧。我叫雷欧纳德。你好，你好。那马卡龙先生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要赶快逃出去才行。为什么？旁边那个人很奇怪。你说嘉德？怪吧？对啊，不要相信他。通常可疑的人都会说不要相信别人这种话，所以你们两个认识是吗？不认识。看看他讲话矛盾，奇怪。你们两个好可疑哦！我可以心理学一下他们两个吗？可以啊，人名色就好。好，这两个很可疑。我要直接去看，看柜子，看，看。那照片要观察吗？还是直接看就好？照片观察，然后我一次会给你说五个的答案。好。哦，好哦，等一下，你们观察的速度也太快吧。我就先说马卡龙吧。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我已经忘记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忘记了哦。没关系，那个之后可以再讲。反正有五斗柜、铁柜跟床，然后床上有人。没有床啦，中间是一个，中间是一个台子，台子上有人。照理说应该先看人的。真的，你们完全没有人想看人。好，那我就先说马卡龙。马卡龙注意到这五排照片。照的内容都是人的一部分，譬如说只有手掌，或者是只有手臂或脖子。那还有每一排都有一张空白的白色照片，那白色照片后面还有着文字。
那我贴给你们。好，那其他照片的背面呢？其他照片的背面就没有文字哦。你说哪一张有文字啊？空白的五张有文字。对，空白的五张。好长的文字，我慢慢看。我也是。好，你们慢慢看。那我来说嘉德的部分。那你看的是铁柜还是那五个柜子？五个柜子。好，那你看了一下那五个柜子呢？它上面都分别有着字条，我也把字条的内容贴给你。好吗？啊！我感到有点害怕，海哥。不要怕，这个是什么柜子的？嗯，下面是柜子。哦，那看人了吗？没有，有人去看，但是失败了。哦，好，我看我觉得有一个人在那。嗯，那雷欧可能就是觉得那边有个人躺在那儿吧。我差点就失败了。真的，那马卡龙就加减去看了一下，就会看到上面躺的是一个身材看起来还蛮结实的大叔，没兴趣。然后在他的台子正下方有五个按钮，五个按钮上面都有写着文字 ，Wait minute， 我贴一下。那雷欧应该会走过去问马卡龙说：“这个人是……我不认识，就是一个大叔，这种大法师的感觉。”那大叔现在是闭着眼睛，感觉起来是昏迷的状态，但是还有呼吸，就是对，还有在呼吸。然后马卡龙会看得出来，大叔的四肢都被铁板固定在台子上面，那在固定的地方还有着细细的凹槽。你可以塞个 idea 多少？哎呀，大概是太没有兴趣了，所以就只是随便看了一下就走了。对，嗯，大叔的手脚我干嘛去看呢？无良神父。那如果我跟他们讲，他们可以 idea 吗？可以啊，他们过来看的话就可以 idea。雷欧有什么？雷欧。对啊，你看看那个凹槽耶，不知道是什么艺术呢？这是刚去过台湾吗？成功哇，大成功哎，雷欧！那雷欧，雷欧会知道，它下面的铁板似乎是可以翻转的。如果翻动的话，他的手可能就会硬生生的被折断。哦，拔下。那我应该跟他说，可能不能乱翻吧，可能一翻就。那雷欧意识到这件事情，就要审判定。我跟你讲，需要审判定啊！被马卡龙躲过一劫，这人会自保哎、欸。扣一就好。传教士。扣一。他被他真的被庇佑着。真的。太奇怪了，我这样过了。那我就把这个跟他们讲。嗯，好，那我有跟你们说，按钮就在这个脚下方的那个位置，只是我没有画出来，它是连接着台子。看了这个按钮，拍拍它，看它会不会醒过来嘛？五个按钮，拍拍它吗？嗯，好，那你拍了拍它之后，它就很快就醒过来了。那本来一开始还有点朦朦胧胧的样子。可是发现自己的手脚不能动之后，就变得非常的惊慌。然后说：“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我然后就各种的语无伦次。我们不是把你抓来这里的人，我们比较想问你怎么会在这里。那他就反驳你们，就是说
你们怎么看都是犯人吧？这个只有我一个人被绑在这啊！哎，附近有没有铁板啊？附近没有铁板，你要干嘛？你可以按下地的按钮啊！你要按、哦？那平底锅呢？没有平底锅，附近只有一些比较舒适。附近只有那个洗照片的仪器而已。那雷欧应该会，要他冷静下来，请他冷静下来，这样。那他冷静下来，他一直很激动，因为你们看起来就很像犯人，然后还是在挣扎。精神分析之类的吗？那雷欧应该会问另外两个人说，他有点吵，可以把他打昏吗？可以、啊，可以用说服啊，你们的。那我就立刻来说服一下，不要吵。好吧，就加减说服一下吧。失败了啦，有够加减的。好，来换我。很勉强是不是？你说服不是很高吗？我打不出中文，不要吵啦。你是花言巧语很高，对大师应该没什么用吧？我要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应该只对正太有用吧？对正太才没用吧？北北，我跟你说，你不要紧张。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说？他什么？他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我们也在想办法出去啊。所以你们也是被关进来的人吗？虽然看起来不太像。对啊，我们被打昏关进这里，我超级想出去的，你可以帮我们吗？大叔，我手脚都变这样子，可能也没办法帮你们什么。我们先想办法让你下来好了。大叔，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说他的名字叫米修斯。米修斯。米修斯听起来是外国人呢。他是外国人。哎，我应该说你们两个也是外国人不是吗？真的。外国人、啊、到底本国是指哪里呢？我们都是外国人吗？真的没有本国。正在说你们是哪国人啊？对，是。哎，意大利。我是美国人，列支敦士登。哎，好近哦！真的，邻居。大叔只是跟你点点头。怎样？很不愿意是不是？不救你了？没有，这个状况下怎么可能会那么的啊？大叔，各种的。人家现在无法行动，你干嘛这样子呢？啊？人家现在无法行动啊。不过等一下要小心，不要把他的那个板子弄到，不然他的那个可能……不要告诉他、啊。我什么都没讲啊，还没讲完。好吧，大叔就什么什么东西？没有，我们要来找你的钥匙咯。那就麻烦你们了。那我就打开柜子一下。大叔没有其他的线索吗？怎么会来这边？大叔表示他也只是睡个觉，躺上床醒来就变这个样子。可是为什么只有大叔被绑着啊？我们都没有被绑。因为这边只有一个台子吧，位置不够吧？那绑一个不就好了吗？为什么？就比较方便，一次出门就好啦。就像我去超市会一次买三只鸡也是一样的意思。你家好多人，你家有这么多人吗？我家超多人的。哦。我在干嘛？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不知道。开柜子。你们要开柜子？哪一个柜子啊？好好。那个，铁柜是不是还没看啊？还没啊。那我先看一下那个铁柜好了。好。你们有观察吧？啊什么？没有观察过门吗？没有那我去看一下门。好、好，那嘉德去看了一下铁柜，会发现里面全都是酸性物质的水，像王水啊、硫酸啊，一瓶一瓶都放在里面。然后唯独有一瓶上面什么都没写，透明无色。那雷欧去看了一下门，会注意到这门只是普通的喇叭锁，然后在底下的门缝有着一张字条，插起来看。那它上面写着猜猜我是谁。那你看完这个猜猜我是谁之后，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马卡龙跟嘉德可能在同一时间也都
突然有些站不稳，意识模糊，但很快就消失了。再次张开眼睛之后，马卡龙发现自己的脸在对面。哎呦啊！那嘉德也会发现可以看得到自己，但是身上穿的是马卡龙的衣服。哦，我不是很清楚是怎样。我们脸互换了吗？嗯，你们的脸互换，嘉德跟马卡龙的脸互换。不，我没的脸。不，这样子我会倒大霉的。不要倒在犯罪者身上啊！我也不要这种不良传教士，可以自杀吗？知道还说你们两个怎么互换了啊？哎、欸，那个没事吗，雷欧？对啊，雷欧没事。为什么？凭什么？凭你们的暗算。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小烂。我要去旁边吐。要自杀。嘉德会看到自己的脸在那边，在那边呕吐。我要撞墙自杀。不准用我美丽的脸撞墙。我可以就是用脸撞墙还怎样？可以试着转看那个门吗？可以啊，转不动。OK， 那我要跟他们说，我刚刚在门这边捡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猜猜我是谁"，不知道是不是把我们关在这里的人。背面有东西吗？我看一下，背面有东西吗？没，没有东西。那把它透光看一下。好，透光看一下。透光看也没有东西。那我刚刚忘了说，嘉德跟马卡龙都要闪现判定啊，这倒是。他们已经用行动表示他们扣分了，我已经感受到了。应该要100的啊，奇怪。等一下，好，找不到我的肾。Baby 他们这么想扣，你就成全他们好了。成功的人 1D3， 然后马卡龙 1D6。哦，他吓死，他疯掉了。可能是因为还好啊，我的脸比较帅吧。还不是我失去我帅脸，我就崩溃。我现在就要拿你的脸去撞墙。嘉德闪 1D3。哎呦哦哦哦哦，忘记了。我们身上的东西都还在吗？还没有携带物吗？没有携带物。对了，大家听我说，我找到了防水之类的，可以把那个溶掉哎、欸。防水哦。嗯。但是我不是很清楚王水能干嘛、欸、可以溶解世界上所有东西并不行好吗？除了装他的瓶子还有塑胶。并没有。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大叔的手的锁给溶掉。你这刚刚是说大叔的手吗？大叔在那边皮皮抓说说的啦，他是锁啦锁啦锁。他说小哥你不要开玩笑，我很害怕、啊，可以再让他害怕一点吗？他现在已经很害怕了。可以别让我的脸做这种事情吗？真的。那我直接喝王水好了。你要喝、哦？哎、欸，没有啦，说说的啊，真的要喝啊。哦、oh. ，不要一脸认真的问、啊。我可以，那个无色无味的水可以药学吗？嗯，可以。那个，我应该会问说，哎、欸，这边这个门是喇叭锁，你们有谁会开锁吗？问得好，我会的。那马卡龙就一脸得意，我会。我失败了，因为我脸太可怕。那真正的马卡龙表示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要学一下，可以对他神秘学吗？不行。哦、好吧。我来要学一些。啊，差一点。啊，差好多点，真的差一点啦、啊，少一个一就成功了，真的。那你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OK， 那我可以开锁吗？开啊，好可怕哦！为什么、啊？大叔有药学吗？差点就大成功了。大叔没有药学，大叔他现在也没办法那个，到底有什么用啊？大叔躺在上面表示伤心。等一下，大叔有穿衣服吗？有啦。那我可以搜身，搜他身一下吗？可以啊。那就搜一下吧。那你搜了一下，大叔什么都没有。是说嘉德开锁的话，门有开吗？
那嘉德收完身去开了一下锁，虽然很明确的听到了咔枪成功开锁的声音，但就在那瞬间门又是咔枪的关了回去，而且你突然感受到一阵电流通过了那个开锁器。好棒啊，逃过一劫啦。哎、欸，为什么吗？为什么嘉德 HP 这么少啊？上一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他应该很虚弱才对啊。也没有啊，只是我忘记加回去了。那就那我就把你加一下吧。好吧，可以帮他急救吗？啊、这边没有急救用品的说。所以不能急救吗？是。哭哭好吧。奥奇。那还有什么啊？有一堆空白的字跟空白的照片。对吼，那个照片是不是可以拼凑啊？可以吗？什么照片？墙上的照片。嗯，你们要拼吗？我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台，就是那个大叔他下方那些按钮吗？怎么样？都是红色发着红光的按钮。有几个？好想按哦。有五个。然后它最后一个也发光吗？对，它都在部位的下面，还是说就是下面一排这样？下面一排。好想按哦。照片要怎么排啊？照片你们要排。可以花一点时间，大概就是其他人做完五件事情吧，那个人都不能做。哦，那我排。哎、欸。那嘉德就去拍照片。拍照片，拍照片。不要用我的脸唱歌，还有什么？拍照拍不起。我们还有哪里没看呢、啊？总觉得好像有点资讯有一点少。有点混乱，对，那个五个柜子还没有看过、啊、你们可以去看看。啊，我以为现在还没开了耶。哎，铁柜看了，铁柜看了，但是那个五个柜子还没看。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去看那五个柜子好了。嗯，你要怎么看？它柜子我要看是一个个看，还是说就可以？它有点像那个北车的置物箱。哦、然后五个排在一起、嗯、那我试试看能不能打开第一个柜子好了。哦，那你想说试试看能不能开，然后马上就打开了。里面有什么？里面放着一罐瓶子，里面有一颗药片，红色药片。放在瓶子里哦。对啊。然后就没了。嗯，那我再打开第二个柜子。那第二个柜子一样有一个罐子，里面装着一个药片，但是蓝色的。哦，那我打开第三个柜子。第三个柜子空空的。对，它第二个柜子那个药片也是放在瓶子里。哈？第二个吗？对。对啊，对啊。那我打开第四个柜子。第四个柜子打开是一个针筒，然后里面装着无色的液体。哦，那我打开第五个柜子。那正当你伸手要打开第五个柜子的时候，那个柜子震动了一下。那我应该跟他们说，这个柜子里面好像有东西。太会动了吧！他刚刚震动了一下，不知道是。哎、欸，是有生物在里面吗？我可以聆听一下，我可以聆听一下吗？嗯。那我聆听第五个柜子，准，我失败了。啊，那就没有。那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去、啊、乖乖拍照片啊，准准什么？准准准准准。准换马卡龙吗？好。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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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哇，大成功是怎样啊？马卡龙，我很清楚了嘛。马卡龙好强哦！马卡龙听了一下，
虽然精神力异常的集中，可是还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可能只会听到嘉德在唱歌。那个柜子里面的东西还在震动吗？只有震动了一下，刚刚那一下。那我把它慢慢，我先开个小缝好了。好。它有锁吗？没有。好。那你开了一个小缝，就在那个时候，从缝中慢慢伸出了五根细长的手指。然后似乎想要出来的样子，关起来，那可能就夹到他的手吧。Ouch！ 没有声音啦，但是他就收回去了。收回去了，然后对，然后流了一些血。所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们说，里面好像有只手，有只手。然后我关起来的时候，好像夹到他，所以好像流了一点血。那雷欧你甩个 idea 等说那个柜子有多大、啊、就是一格小柜子，很小的那种。对，还蛮小的。那雷欧什么都没想到。这个手的大小感觉是大人的手还是小孩的手？大人的手。好吧，那就应该吸引不了马卡龙的注意。马卡龙再怎么变态，对小孩子的骨头应该也没兴趣吧？他的手不是骨头啊，是手。是血淋淋的手吗？还是只是被夹到了？原本是原本是好的，被我夹到了。哦，那现在柜子有在震动吗 ？No。那我应该会再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要把它打开吗？到底会爬出什么东西来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可是它好像会痛。只是不知道出来会什么东西，就有点恐怖。对。我很胆小的。那是说有没有武器啊？没有啊，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可以射击了。你们看你们要不要投掷什么王水之类的、啊？那我应该会再慢慢开个小缝，它会再伸出来吗？会啊。所以它这次伸出来是有点流血的手是吗？对啊。那我就开个小缝，那它会伸出来多长？他就伸出来，然后想试着抓住那个开门的那个门吧，想把它推开。那我可以对他甩个拳头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都夹他的手了。对啊，好凶哦。我可以打他吗？打。好。成功了，好痛。我靠！你们是怎样？有什么毛病啊？那雷欧一只手而已。对啊，雷欧就哐当很大一声，可能整间房间的人都听得非常清楚，搞不好还吓一跳。那那只手就慢慢的缩回去。哦，那所以他，所以我现在门那个门没有关，但是他没有再出来，对不对？他手没有再伸出来。照理来说，你打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就要关起来了吧？哦、那我再打开。你到底想怎样？我刚刚都虐待死了。那他还是慢慢的伸出来啊。那我他手伸成有伸到手腕这个长度吗？没有，你就像是那个看瓜牛然后戳他眼睛一样的那个小孩。我现在在尝试，我现在在试着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嘛。那我应该会把他的手抓住吧。抓住哦，那你会觉得异常的冰冷。快点使用贴击。但是他，我抓住他，他也没有挣扎，是不是？没有啊。好，那我应该抓住，然后问他说你是谁？他没有回答。那我把他塞回去好了。哦，
那就这样了，然后关门。好。到底这一切是怎样？出场好短的手。那可能搞了那么久，嘉德大概也拼好了吧。那你拼凑起来之后就会发现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这个人会由众多的人组合而成，就是变成一个人这样子。嗯，我应该走过去看嘉德拼出来的东西。嗯，这样可以骰 ID 了吗？不用骰，你们大概会想到睡前临时想起的那一则新闻报道。嗯，那我可以要学那个柜子的药吗？嗯，就是这个五个柜子，五个柜子怎么样？好像是前几个柜子有药，是不是？我有点忘了。对对对，前两个跟我想要学第一，要学吗？先要学，先要学第一个好了。那我可以一学刚刚失败了，大失败，我要死掉了。那马卡龙虽然想试着要学第一个，但是不小心一个手滑，然后药片不知道弹到哪里去。不，雷暴，马卡雷龙。那来看第二个吧。我可以把它捡起来吗？捡不起来啊，都已经不见了。我可以找一下。不能要观察找吗？我不能仔细的找吗？观察大成功才会找到。好，观察一下。在干什么啊？你这，我要听他。不要用我的脸责备我。你有特别的腿。那我要踢马卡龙，你踢啊，马卡龙可以闪避吧？也不一定会成功，成功了，可以请你走开吗？才不管，踢他，我已经踢了。那马卡龙你要闪避吗？好啊，可是他踢的是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吗？我只要拿回去吗？没有，衣服没有换啊。要看你们两个的动作，应该想说你们两个应该认识吧？你们两个应该互相认识吧？一片沉默。哇，成功了！成功大成功！马卡龙华丽的闪过。那雷欧应该认定，还默默的要学第二瓶药。好，那我去医学一下那个解液。又失败了。嗯。这里都没有人会要学的吗？没有会要学。嘉德，你血液是那个吗？柜子前面流出来那个血。对啊。好，那你不仅就是没有看出来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能还不小心的沾到了一点在脸上吧。好脏！你要吃我的脸吗？那我就很帅气的拿个血。涂鸦一下，写个字好了，写个笨蛋。啊啊！为什么两个人都很迷茫？哈、啊，马卡龙就会看到自己的脸上写的笨蛋两个人。我觉得雷欧会觉得这两个人很……然后我发现他写反，没关系，看得懂就好。那大叔表示你们在干嘛？在玩吗？大叔，对，是针筒。目前还在找怎么把你解开的方法，但是目前没有什么线索。对，大叔不要吵。好吧，那他就乖乖闭着。大叔有药学吗？大叔没有，大叔说他是魔术师。啊？魔术师？所以你是不是做魔术失败，自己被困住啊？什么啊？不是的，我才不会做这种魔术啊。大卫的失败魔术。噔噔，那个拍出来的照片的头是谁啊？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哦。那针筒还要药学吗？看你咯。哎。好啦，陪你药学一下，勉强的。失败了。那我也看一下，这是针筒的。我们好惨啊，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真的。好惨啊。哦，越来越低也不错哦。那第三个柜子是什么？
空的啊。第三针筒，空空的东西。第四个是针筒。哦。对。第五个是被夹伤的手，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刘应该说，感觉第五个柜子应该有什么，但是里面就是有那个，除了手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之类的。那我把一瓶王水放在第三个柜子里面。嗯。然后呢？然后关起来。好。欸、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没有然后了。欸、就是想问、啊、想问一下。嗯。嗯、那个愤怒暴力在哪里找到的？是柜子上面的字条。是，他五个柜子还是五个柜？五个柜子。哦，嗯，那对第五个是空白的、啊，第五个就空白，然后里面有只手，这样嘛，对不对？所以如果对应起来的话，那就来看一下，好像也没什么。难道那个药师的会很愤怒吗？我也这么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再怎么样都要给大叔吧。说的也是，把他被绑起来好像也没差吼。嗯，不好吧？找不到了不是吗？嗯，第五个还没有完全打开，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就是里面可能有个不知道是这个大小，看起来塞得下一个人吗？那个柜，第五个柜子，成人的话是塞不下去。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有这种奇怪的四次元空间啊。嗯，我说的好像常遇到的样子。没有啊，呵呵。哎、欸，顺带一提，他们两个现在还没有换回来，对不对？没有，还是看着彼此的脸这样。OK， 我的脸好帅哦。他揍你的脸。要不要拿你的脸去中枪？你们要这样干就要记得受伤哦。是说照片的后面有故事？故事？对啊，看一下。这故事是分别写在五张照片还是？分别写在五张照片，然后这边有五句，就是各五张。哦、okay。看起来好像那只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对啊，那个。这五句话是分别写在哪一个部位啊？没有，都是空白的照片纸。哦，这个照片有什么透光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嗯，没有。那这里有电灯吗？有啊，就红光啊。电灯开关。有。现在是开着的吗？对啊，开着的。哦、嗯，你们觉得要把第五个柜子打开吗？嗯，也是可以啦，我已经准备好要躲起来了。也是可以啦，我已经准备好拳头了。好，那雷欧应该就会再开一条小缝。我先拿个王水。嗯，好，我先躲在后面。好，那我先躲在大树后面。你是躲在柜子后面吧？这个手是不是又伸出来了、啊？对啊，就慢慢的伸出来。那我再虚弱的伸了出来。那我再稍微开大，稍微开大一点，那可能手腕就会伸出来了。伸出了手腕。嗯，那他手腕就很正常的手腕还是怎么吗？那你会觉得，感觉他没有关节。没有关节，嗯，像软体动物那种感觉吗？对啊，那他可能另外一只手伸出来，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他是手背朝下的伸出来，手背朝下，嗯，好难想象，你就想象你的手背180度的转了一圈，快把它关回去。其他人有看到这个状况吗？只有你看到，其他那两个都躲太远了。混蛋！我们躲这么远哦，那么远啊，还蛮远的。再试着把门关起来呢？
那你可能要把先把他的手塞回去吧。哦，好吧，那我就把手塞回去。那你就把他手吐一吐，然后塞回去。你像那个塞水管就把他塞回去，真的。然后关起来。嗯，那就关好了。只是个水管工人啊，他只是个厨师，好不好？然后我关起来之后会跟他们说，刚刚的样子我觉得有点诡异。如果他没有骨头的话，搞不好可以塞一整个人在里面。有可能，但是他出来的方式实在太不寻常，一定不是看起来像活的一样。有没有袋子啊？把它装起来。这边保鲜吗？我好想把王水直接浇下去哦。不要啦，搞不好是好人之类的。那也要等他出来，我们才知道到底要对他怎么样。他都不讲话哎、欸。对啊。可能是害羞吧。他出来才能讲话。不晓得。但是目前的线索看起来好像不把它打开不行。东西都看过了吧？那个柜子纸条的后面有东西吗？没啊。好哦。哦。所以要再开一次吗？我这个对这个门到底开了几次？我又打开，我又关起来，又打开，又关起来。有我啊，笨蛋。对，重点是他都没有挣扎，都乖乖让我塞回去。看了，跟他说，如果他是好人，就比个赞，比个赞。如果不是呢？好啊。那我们再开一次吗？好。那我就再慢慢的把它打开。好。那手又慢慢的滑出来了吧？嗯。那这是两只手一起出来，还是只有一只手？一只手。那我就问他说：“你是人类吗？如果是的话，给我比个赞。”这也不要问他是不是吧？你手臂180度折的，应该没有啊。他有回应吗？他没有回应。然后我应该说他不是人类。这也是呢。看起来好像也是这样。那我应该会跟他们两个说，我要再打开一点咯。要不要直接把它拉出来啊？那我就再开到一半。那这时候他的另一只手也慢慢出来。然后那我就维持一半不动，然后我就躲得远远的。好哦。就开着。那你开着之后，我迅速的躲到跟他们一样的距离。喂，好啦，迅速的躲到跟他们在一起。那大叔可能用一脸无言的脸看你们三个，因为我觉得那个柜子出来的东西很恐怖。嗯，好，准备好王水。那你们就是看着那个柜子慢慢被打开，有一团像是肉团的东西掉了出来。你分不清楚哪里是手、哎、哪里是脚哪里是脸，只知道那可能曾经是人类的东西经过反折反折再反折、嗯、那你们三个人都看到了，要筛选判定。好，很好，一起试验金术是失败的人体炼成吗？哦，果然就是一个已经看了很多次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雷欧。雷欧做菜的材料该不会就是？不是啊，那成功的人1D3，失败人1D6。哇塞，还好啦，马卡龙都不会甩到发疯的啊。好稳哦，他可是有神加护的。嗯。然后那个肉块现在在干嘛？缓缓的爬行。爬去哪？会觉得他好像没有目标，漫无目的的乱爬吧，可是爬得非常的慢。所以他有远离那个柜子就对了。对啊，他就已经掉到柜子外了。那我应该会绕过去看一下柜子里面吧。柜子里面没东西。那把他塞回去。我想说就是帮他注射一下那个无色液体，你们觉得呢？我是没有意见，但是完全不知道那个液体是什么，就是
就只是试试看而已嘛。你要注射是吗？好想哦。我没有意见。啊，那个传教士欸，姑娘传教士欸，好啊，住一半看看。好啊，那就住一半看看吧。谁去住啊？没有那的，交给你了。我想说你不是，我想说提议的、欸，我就把针筒交给雷欧。雷欧上次说你不是想注射他吗？嗯。那为什么要给我呢？交给你了，柜子是你打开的。要负责到最后啊！想注射的是你啊，可是让他出来的是你啊！难道你要射？你要打开之后不理他吗？那雷欧想一想就算了，好吧，那就走过去。那我注射他的话，我要塞什么吗？塞巧手跟医学吧，先塞医学。我没有啦，完蛋嘞、欸！那看我是不是两个都有啊？没有，我没有巧手。哦，那雷欧应该说，我把他抓住，你们来注射算了。好啊，那我就把他抓住。那他软软，完全摸不到骨头的感觉。好，软软。那你们谁要注射？他巧手加医学哦，可以两个人一起注射吗？啊！只有一个针筒，两个一起注射啦。你是要稳住针吗？然后把口当针吗？只能先什么？只能先医学，然后再巧手。医学失败就没办法。试试那就交给玛卡了、欸。医学失败就没办法是什么意思？那个肉团它有挣扎吗？没有啊，只是软软的在蠕动。哎卡龙大卡龙大成功的次数也太高了吧，而且都是五欸，真的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好棒哦，玛卡龙快是瘦身眷顾的变态，虽然脸是加的，我真帅啊，呵呵，应该就是因为顶着我的脸才会这么成功吧。你现在注册了吗？还有巧手。嗯，巧手啊，所以是两个都要一起。对啊。对。欸，但我没有巧手，换嘉德。不行，嘉德要换的话，也要先塞医学。我想说，马卡龙可以帮他拔好，找到血管之后，那个谁就射进去就对了。好的讲法，哪里有点奇怪。失败了。说的也是呢。对的。那虽然知道大概要注射在哪里，但一直都没有瞧好位置，那针头可能就有点歪了吧。哦，好难哦。嗯，那大叔可能会问你们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在搞定一个奇怪的东西。哦，等等，搞定奇怪的东西。大叔，啊，莫非你会医学又会巧手吗？不是，不会啊，我就说我是魔术师了，顶多会巧手、啊、应该有巧手的吧。对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巧手。什么是巧手？你的手应该很巧吧。嗯，我觉得我的手是还蛮巧的。那个雷欧哥问他说，你会打针吗？不会，叔叔我不会打针。哦，没有用的人。怎样啦？我没有讲出来啦。大叔的聆听很好的。听到心里的声音、嗯、太好了吧。大叔觉得你这样跟他讲。说说的啦，大叔最乖了，乖哈，不要吵。他不发语，那怎么办呢？还有什么没看呢？就这只手啊，就这个。因为我们有观察过这个东西了吗？你说、嗯、除了刚刚的叙述之外，还有什么特别需要观察的吗？的吗？那就观察一下好了。什么？你们要观察什么？观察这块肉啊。这块肉吗？肉没有，就是只有肉。那这里有书之类的吗？书没有。书没有。没有吧？说的也是呢。那就在这个时候，
你们会注意到天花板有一台投影机，然后明明没有连接的电线却啪嚓的一声打开了，然后投影出了非常可爱的颜文字，然后说看你们很苦恼的样子，我们就先来放松一下玩个小游戏吧。那我来跟你们形容一下，讲解一下怎么玩这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呢，就是大家轮流唱歌。完蛋！你要听他们唱歌吗？你要听他们唱歌？对啊。等一下哦，那你可能要戴耳机。他们真的要唱歌？对啊。我应该不行吧？开唱童谣啦，是两只老虎之类的。或者是流行乐，什么泰勒斯之类的。那也太厉害了吧 ！Shake it out。那秋妹可以代替我唱吗？不行，秋妹可以代替我们三个人唱吗？他不行啦。那这个唱法就是嘉德、马卡龙，然后雷欧大叔这样的顺序。嘉德可以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然后唱完之后马卡龙接跑得快，然后你也可以只唱一句就接给下一个人。那我可以只唱一个字就接给下一个人吗？你很烦欸，你也是也可以这样做啦。那就我靠，我闪亮，一闪一闪亮晶晶好了。不对吧？不是要闪，不是要唱两只老虎吗？一定要两只老虎是吗？大叔只会唱两只老虎。可是两只老虎，它不是有版本不一样的吗？统一就是大家最知道的那个版本吗？还一个啊，那反正我就是唱前两句，剩下的交给你们啊。那个唱完结束之后就是轮着继续唱，我会说什么时候要停，就是一直唱就对了，是吗？很像交换礼物。嗯，很像，就是你唱一唱，时间点到之后就叮，懂吗？因为我不能唱导游念的。可以啊，可以。那么，那颜文字就说：“那么我们就请我们的嘉德先生开始吧。”怎么会知道我名字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你们也接得太短了吧？那大叔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很奇怪。嗯，那雷欧就继续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好，那为什么连唱的超不甘愿的？然后雷欧可能唱到真奇怪的同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那你们四个人都会同时听到肌肉韧带断掉的声音以及骨头碎裂的声。那雷欧看了一下自己的手，会发现自己的手被反折了，而且只剩下皮肤还连着的感觉。那瞬间有一种痛楚让你痛到讲不出话来，你可能整个人都跪在地上。先帮我骰先判定，其他人看到也要骰先判定。Are you OK？ 你不用。Oh my god！ 好痛啊！但是很稳。那雷欧成功一滴三，其他人都扣一就好。好掉线的剧本。普通啦。那个颜文字就说：“嗯，大家都唱得非常好呢，我们。”下一次等一下再来玩吧，然后投影机就关起来了，啪嚓。那大叔就说：“小哥，你没事吧？那个看起来很可怕。”大叔怎么看得到？大叔他头是可以动的，好吗？他可以左转、右转啊。那雷欧说：“我是其中一，我是哪一条手变这样子啊？”左手。他说：“他应该说我的左手的。”骨头好像不见了，嗯，应该说是断掉，你还摸得到，但是你现在左手不能动了。对，就是我的左手好像断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大叔说：“啊，这可能是我唱刚好接到我唱完的地方吧。这”这就这啊，太可怕了，喃喃自语。
唉，所以看起来，如果不赶快离开这里的话，就会唱刀朝下一掉。那你们三个人都可以甩个 idea。要不就是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尿尿。嗯，加死。好，那雷欧跟马卡龙都会想，如果再不早点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搞不好就会变得跟柜子里的那个东西一模一样。嗯，就跟我刚刚想到的一模一样。那想到这件事，你们都要塞线判定。发现我没想，不重要的，不重要的那个情报，失败了，失败啦，扣一。觉得很好，好什么啊？反正马卡龙不用扣，大成功哎、欸，又是五，真的好可怕、啊，这个成功率。嗯，你没有出老千吧？在呢。对啊，我一直把那个骰子压在五那边。哎、欸，我应该说，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赶快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不然可能就会变成像这一块肉一样吧。真的，是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嗯、啊，嗯，说起来门上好像有写“猜猜我是谁”。对啊，但是没有什么线索，就是。是要猜这个肉团吗？还是要？应该是猜带我们把我们弄进来的人吧。不确定。嗯。卡关也可以甩下一点了。哎、欸，我说如果你们卡关都可以，哦，那就甩。我超卡关，我是觉得我们都没有洞里面的东西啦，只是就不知道是干嘛就是。洞里面的东西是？就是我们看了，我们看完有很多瓶瓶罐罐，很多奇怪的议题，但是都没有在用就对了。不晓得怎么用，不敢注射。对对，就嗯，就很卡。好，那雷欧跟马卡龙可能会觉得这里是暗房的话，那照来说应该会用到一些像是洗照片之类的用具吧。那你看了一下那五张纸条以及其他的纸条，全都是用相片纸去写的、哦、可以洗吧？可以，你要洗哪一张？五张空白照片，没有五张空白吧？那个照片不是五张吗？哦，你是说洗那五个句子的照片是吗？对啊，可以你要洗是吧？是确定。好，那 我去洗其他纸条。那要洗的帮我甩摄影。不怎么样吗？太残忍了。都超低的，我摄影师几呢？啊，成功了！哎、欸，摄影师20哦，那我加一下，摄影师20，失败了。看看你，哈哈哈！我把它丢在旁边，那我去帮忙吸。OK， 两次都成功了，失败了，不会吸。交给我吧，那就交给嘉德洗照片啦，专业洗照片。照理来说，洗之前的照片不是应该是黑的吗？没有啊，就暗房啊。我懂那个阿宙的意思。哦，不过这边就暂时不用常理去看。哪里？所以洗出来变神马了。洗了一下，发现。字好像变了颜色，嘿，为什么嘉德洗了两次照片啊？你洗了什么？一次是五张，一次是纸条。纸条是哪个纸条？那个愤怒、暴力、失去、悲伤。那你洗的都没有特别的变化。那力呢？好，等我一下啊。好哦，厉害！
脑好弱啊，脑超弱的。所以那五张照片没有，立的纸条，嗯哼，手脚羊脚手，柜子，刮胡柜子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刮胡在后面是吗？没有，柜子是我提醒你们，这个是柜子的纸条。哦、嗯，还有别的纸条吗？啊，那个猜猜我是谁？那个也是用相片纸的吗？不是哎、欸，只是普通的纸条。搞什么嘛？那机器那边那个怎么洗啊？它一样可以抽出来。哦，那就洗下吧。好，洗下吧。加德吧。你不洗洗看吗？我没有洗洗。我已经甩啊，失败了呢。你等我开心啊，那我来看。啊，失败了呢。这种东西就到失败才好玩啊。助手啊。成功大成功。大成功。好猛哦。来给你们。我需要马卡龙大成功。马卡龙的大成功率好高，好可怕哦。我觉得。神一般的男人。真的神一般的男人。左手右脚，左脚右手。是要按照顺序吗？左手、右脚，左手、右脚，羊羊，左手、右脚 ABACACDC 吗？啊，那羊是什么意思？ACDB， 我不知道羊是什么意思，应该是力吧？哦、啊，力。哦，啊，哎、欸，等一下，我拍一下好了。你们就这样接受了吗？你都不是很懂。这块肉可以洗吗？不行。给你们看拍出来的样子。ACDDB 吧，嗯，啊，哦，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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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照这样子去按按钮吗？非常的有可能，你们确定？不确定，不确定，哦、你们还有地方没有看？啊，哪里啊？是天花板吗？嗯哼。为什么我每次都忘记天花板？那你们看了一下天花板，发现天花板是用那种铺的方式盖起来的，所以应该可以先开天花板的板。先开。这是怎么上去？对 啊， 会不会很高啊，可以踩着大叔的台子站上去。欸、我以为是踩着大叔，不要踩着大叔啊！快讲快点啊！我问一下你们两个几公分高？因为雷欧有190，那就是你啦，雷欧加油、欸！加油！要上去的人甩攀爬啊、哦！我只有160，高啊！我也只有170多，只要有踩在台子上就。哇靠！你大失败哦！为什么是撞到天花板的吧？那雷欧虽然试着想要爬上去，但是一个手滑，然后不小心摔了下来，重重的打到了大叔的重要的部位，大叔就惨叫了。但是呢，大叔没有办法，哎、欸，失败了。应该会说对不起。那嘉德也想试着上去，就哎摔了下来。我不是在攀爬啊啊！这里不能急救哦。啊，对哦。在那边很自动，忘记了，人家想要急救一下大树的重要部位嘛，奇怪的。你说冰屋啊，那块肉不是冰冰的吗？对啊，用那个手掌，太恶心了。那就把大树的裤子脱掉，拿那个肉团去冰敷吧。大树没办法，
抗。大叔不要看，就是这样。大叔表示不，不要脱我的衣服，不要脱我的裤子，你们要干嘛？我的裤子那里好痛，但是你们不要脱，不要脱来回。来不及了，已经做了。那那个雷欧说，因为左手不太好使力，所以需要有人帮我，不然我爬不上去。啊，差一点。你刚刚说，如果靠着别人爬的话，我可以加成吗？因为大叔昏厥，大叔太好了呢，又昏了。太好了，他现在按一下左手。是有要按吗？这个没有啦，没有啦，先等一下，先看一下天花板嘛。好好好，大家都失败了的意思吗？对啊，剩下你了。但是我的攀爬是。其实大家都是，没有人想要点牌。小雷欧不是，我点啊，但是就失败了，因为手断掉，没办法。对啊，我成功了。哦，不愧是马卡龙呢，再来了，成功了，你们交代一下啊。我们不小心就是站起来就碰到天花板啊，不要用我脸在那边到啊。那马卡龙爬上去会注意到，这天花板铺满了许许多多的管线。然后有像洒水器一样的装置，在最内侧的墙壁处有一个绿色的按钮发着光，那绿色按钮下方还有一张纸条，看看，那你拿起来看，它上面写的说按下去就会有惊喜哦。那这个照片一样是照片纸，那我先洗它好了，好，都给加拉德洗它。好，那马卡龙是还没下来对吧？干嘛？你要下去？你要下去吗？还是失败了？我先留在上面好了，好，你们快点洗好不好？那交给雷欧。对啊，可以再洗吗？在欺负一个左手断掉的人，好不好？可以再洗吗？可以啊，嘉德可以再洗。耶、yeah ，好好可怕，只能再洗一次。嘉德，啊，成功了。那你洗了一下，就会发现。它一样跟前面的粒纸条有着不一样的东西。Wait a minute， 粒纸条，粒啦，哦，粒，怎样？有什么意见？没有啦，很棒。洗好久、哦。对啊，照片纸显现的好慢哦，一定是被你拿过的关系。不要吵啦。天花板的拿给玛卡看，圈圈圈圈圈，那玛卡龙可能正在看这个纸条，你们回去再看丽的纸条，就会发现它又有别的变化。哦，是什么样的变化？左右上左右上面摇手。圈上面，我上面是指的我这个我旁边的这个按钮吗？有可能，绿色的，但惊喜不知道是什么。马卡龙也可以甩个 idea 啊！吵死了，快甩啦！成功了，来管理。OK， 那马卡龙看着管线就会觉得，如果按下去是酸性的水的话，搞不好下面的人都会遭殃。那我要上去，失败了，为什么啊？没事，没事。那这个时候投影机又噔的一声打开，他说：“如何，想不想再来玩点放松小游戏啊？”可以把投影机关掉吗？你们同时讲话是怎样？投影机没有插线啊。那我要把投影机砸掉。刚刚马卡龙是说可以不要，是不是？不要。那投影机就显示开心的颜文字说：“好吧，看在这边有帅哥的份上，我就晚一点再来好啦。”然后就啪嚓的关掉。为什么？好。那帅哥是谁啊？是我的脸吗？不是，是底下的那个我的脸。一片沉默。是说这个管线的有源头吗？源头
顺着看过去是连接在按钮的下方。按钮的下方。嗯，然后就延伸到墙壁里了。哦。怎么办？如果是酸热水，我们都会溶掉哎、欸，包括大叔。大叔在昏迷中。为什么你会知道是酸热水啊？对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就突然有这种感觉。大叔，你的直觉可靠吗？大叔昏迷中。我不是大叔。你不是大叔？你不是二十几岁了吗？二十几岁大叔啊？我记得你不是二十七岁了吗？我是大叔啊，你跟二十七岁的都道歉好不好？抱歉，玛琳娜。我有二六好不好？玛琳娜是大神，不是大叔，对不起。对啊，你们在这边，不要再开玩笑了。所以要怎么办？那我可以把这个管子稍微钻个洞之类的吗？你要钻个洞？你要拿什么钻呢？不知道，洗照片的工具有没有尖尖的、啊？没有那种尖。你看了一下，管子是铁管，不是塑胶管、哦。我没有汪水。用汪水溶汪水。什么东西？如果它可以溶掉的话，表示里面至少不是汪水吧？对齁，做的也是。如何？那我们滴稍微滴小滴在铁管上好。那要接过网水的话，可能要先甩个头纸。不要啊！等一下，管子不是可以接到下面吗？没有啊，因为马卡龙在天花板上，然后嘉德要给他的话要甩个头纸。不能攀爬上去吗？你要攀爬吗？可以在后下面接给我就好。对啊，也是可以的。好，那你马卡龙滴了一下，会发现并没有办法溶掉这个管子啊，可惜呢，怎么办？我们都要死掉了啊！不想跟他们一起死掉。嗯，等一下，那个纸条上面写了什么？我忘了。有点好奇，这个他那些圈圈按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晓得，因为。大叔下面的按钮都没有按过，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啊，要按，就是怕按了会发生什么，就不敢按。按看吗？还是说就干脆照着这个顺序按下去，管他去死吗？会这么想呢？欸，大家觉得呢？你觉得呢？觉得浩然做比较好，但是又想不到什么方法，所以就做下去吧。而且大叔现在是昏倒的状况哦，是现在。嗯，哎，那个按钮的地方就是大叔的四肢和头，对不对？嗯，按钮就是在那个连接着大叔的台子，就在下面。对啊，给你们再看一下。那按钮是圆形的吗？那当然咯，圆形红色按钮。那大叔可能慢慢醒来了吧。我旁边是圆形绿色的。对，圆形绿色的。嗯，怎么办大家？我觉得就按吧，反正这个大叔跟我们素未平生，真的这样死的话就算了吧。可以把他再弄昏一次吗？他已经昏了。他醒来了。他说：“你们在讲什么啊？ Oh. 你们果然就是犯人吧？”那我再把他弄昏好了。我要怎么弄昏他呢？拳头打他。好，那啥啊？我 KP 自己耶。没有啊，就看你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嗯，甩个伤害。嘿、hey. ，好，大叔昏了。天哪！天哪！用着马卡龙的脸。帅气的揍恨他！天哪，要按吗？来吧，要打昏了吗？嗯，雷欧现在断了一只手，也没办法做什么，就那我就按了左手，
然后就听到叮咚，好害怕哦。然后右脚叮咚，马卡龙，哦，我按了。好，那马卡龙按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水流声流过了这个管子，但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按左脚叮咚，右手叮咚，那就听到了漂亮的解锁声音，还有啪康啪康四声。你会看到大叔的手腕那边以及脚腕那边都获得了自由，只是大叔现在还昏迷之中。哦、那就把大叔叫醒，大叔快醒！啪啪啪！你太勉强他了，他才刚昏迷耶！啪啪啪啪啪啪！他持续昏迷中，要用那个肉团冰他的下面。好。我就用肉团冰他的脸，挺好笑、哦。那大叔可能醒来就又昏迷了吧，太恐怖了。为什么啊？他没有看到肉团吧、欸？对啊，他只觉得冰冰的。对啊，他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你们在那边任性。真的啦，真个头，我们按照常理耶。我并不觉得。真的啦，想象一下。对啊。发挥你的想象力啊，他好歹推开之后看到就晕倒了吧？不会，我不会让他看到。到底你不巧手，你盖着他，然后又不知道他眼睛什么时候张开，这样是怎样？他有反应的话，应该手脚都会动吧？是没错啦。对啊，所以呢？所以我应该可以趁机就在他张开眼睛之前就把他拿下来吧。好啦好啦好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随便啦，就这样吧。那大叔就起来了，穿好他的裤子，耶、yeah. 哦！然后就耶，哎、yeah. ，谢谢你们，问号。然后大叔叫我们出去，对啊，大叔带我们出去、欸。那你们会看到唯一的入口的门已经打开了一条缝隙。哦。耶、yeah, ，聆听一下好了。果然是失败了，大家都什么都没听到。聆听一下，外面一片安静哎、欸，看起来听起来很安全。你可能没听到吧？他在那边装了。不然你来听啊！给我立刻下来、哦，有只矮子。对。那马卡龙也是什么都没听到，只有雷欧听得出来外面有风吹草动的声音。我觉得外面有风吹草动的声音。嗯。哦，有草，就是感觉外面应该是大自然吧。有草，又有草的味道吗？也有草的味道。嗯。有草的味道哎、欸。外面吧，但是不知道会通到哪里，就是大叔，嗯，大叔啊，你自由了，嗯，哦，那我们一起走吧，嗯，你们走啊走啊，你们为什么都要在我后面？走啊，没有啊，就先走啊，对啊，那个老人家优先啊，不是这样，最渴望自由的对吧？对啊，你这样身世还没有很老啦，你几岁啊？48，很老啊，好老哦。嗯诶，我们这群失礼的年轻人，那他就哎算了，就推开了门，然后外面是一片荒郊野外，嗯，好像找个荒郊野外的土地。大叔要把我们杀掉了吗？诶，没有啦，他一脸呆愣的看了一下你，嗯，荒郊野外可以观察吗？你们出去了吗？我、哦、还没。我们可以在这边观察吗？嗯，看着大叔可以啊。太荒郊野外了吧？大叔有开始在草原上奔驰了吗？他没有，他只是踏出去，然后看了一下左右。他可以全裸奔驰啊，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大叔，你自由啦，你在干嘛呢？对啊，哦，不要浪费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啊！快点去吧，快点往里面跑。嗯，就决定是你了。他一脸无言的看着你，然后慢慢观察一下这四周。那你们要观察的话，要出来晒。
出去就出去，奇怪了，但我不敢出去。那我一只脚抬出去呢？那你们几个人就这样出去了。就在出去的瞬间，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但随即又好了起来。看了一下，一样还是在荒郊野外。只是这时候你们讲话会发现有点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些什么。那我的脸回来了没？你的脸回来了。耶、yeah, 我帅帅的脸终于回来了。所以玷污的脸。我们听不懂 听不懂是看对方讲的不同的语言还是是什么意思？对啊，嘉德讲着德文。等一下，应该也是德文吧。马卡龙讲的意大利文，雷欧讲英文，英文。我什么？大叔呢？大叔他会德文，也会英文。那我跟他塞个英文可？那我也塞个德文吧。马卡龙哦，坐飞机了。日文，那大叔也会讲日文。哦，嗯，哇，第一成功。成功啦！那时候马卡龙准备要去打击，要来日文。哇，马卡龙好厉害！那他完全听得懂马卡龙讲的日文，他才厉害吧？他超厉害，真的。雷欧讲的话大家都听不太懂，真的。我也要塞日文。雷欧到底在念什么啊？因为日文不好嘛。我也有英文呢，三。我八成可以失败，实在太蠢了吧！是，乖啊，他失败。那嘉德讲的日文就宛如外星语一样的，让人完全听不懂。没有，嘉德侮辱了大叔。恭喜鸡蛙，侮辱了大叔，大叔就啧了一声，看着嘉德。啊？为什么？为什么？采用阿宙的建议。哎、欸，大叔刚刚说了什么？说你侮辱了大叔。不是大叔才没有哎、欸、啊，差一点，被真的差一点呢、欸，真的、欸、真正的差一点。那你们要观察了没？哦，可以观察，可以。忘记了，你们可以透过大叔交流。嗯，大叔是人体翻译机，差不多。那雷欧跟嘉德看了一下四周，会注意到。前方有一条小道，似乎可以往外走。小道，有条路哎、欸，这里只有小道吗？对啊，然后四周都是森林。转头看是你们刚刚待着的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房。嗯，可以观察这间房子吗？这间房子没什么好观察的。那我可以爬到屋顶吗？没什么意义，所以不想要沿着小道开始走了。好，那马卡龙就出发了，跟大叔一起，大叔应该也出发了，嗯，那就跟在后面也出发了，那我就跟在后面继续出发，然后嘉德还在爬屋顶，并没有出发了，不要再希望爬屋顶，那嘉德一个人在那边爬屋顶，三个人就出发了，我出发了啦，原来你也出发了，我就出发了啦，那你们出发之后，马上就到了大马路上。那前方就是像都市的夜景一样非常的美丽。正当你们在看着这里到底是哪一个国家的时候，突然有一台警车从旁边行驶了过来。那台警车看到你们四个人就立刻停了下来，下车问说你们这个时间点在夜游吗？那你们听得出来他讲的是日文啊，迷路的，迷路的。那大叔就会说：“我们好像被绑架到一个深山里面，不知道现在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他有翻译给其他三个人听。哦，我成功，我听懂了。哦，好。哦、雷欧，看要不要再塞一次日文吧？日文很差的，不能读。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大叔不是已经说了吗？哦，大叔说什么？大叔就是有跟警察讲一下他们现在的状况。那警察就说：“哦、那不然这样好了，需不需要我们就是我这边送你们回到派出所，或者是回到看你们要到都市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会派同仁来这个地方。意大利这个不行吧，没有这个公费。对，好吧，那心理学这个警察吗？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就暗杀。那就问他可以到你家去吗？啊？一点问号。啊？警察歪着头看着你们。嗯。因为没有钱可以住宿，没有钱回家。对啊，没有钱。这里是哪里啊？这是日本吗？应该是、这里应该是日本。那就没有日币、对啊，警察收留我们吧，或是大叔收留我们吧。那雷欧跟嘉德观察了一下，就是心理学了一下这个警察，我也觉得啊，看起来非常的亲切，人也很好。那马卡龙看了一下，也是这么觉得，只是稍微哪里有点奇怪。马卡龙一定成功了。哪里奇怪？说不上来。说起来，门的纸条我们还没有给答案呢。那个没关系吧，你们都已经出来了。真的吗？那观察警察呢？可以再筛一次观察警察。好，我也要。那警察就说：“怎么了？为什么呆愣原地？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吗？还是你们有什么需要的？”那嘉德跟马卡龙看了一下这个警察，他穿着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相貌姣好。A P P 多少？不告诉你。那应该有21吧？什么21？那我应该掉线吧？没有了。那就问说如何，就是不要在深夜里还吹着寒风会感冒的各位。那我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说他是负责山区巡逻的刑警，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在这边闹事，或者是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什么？例如说飙车啊，或者是有些人强暴犯啊，会带来山上进行强暴啊之类的。说不定是只有我失败了，所以我觉得他怪怪的。不至于吧？雷欧的心理学应该也是初始值吧？是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马卡龙怪怪的，应该是对的。我也这么觉得，总不可能我们两个大成功你失败吧？对啊，也是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啊。最好啦，那警察就又再次询问了：你们不上车吗？为何如此的犹豫不决？大叔有没有心理学他？大叔没有心理学。大叔到底有什么用？大叔是魔术师。大叔用一脸无辜的眼神看着你们。雷欧应该问大叔，可以问他他叫什么名字？他刚有讲吗？哦，你是说要去问那个警察的名字哦？对。那大叔就帮你们问了警察的名字，然后他就说他的名字叫圈圈圈。圈圈有叉叉，这名字你妈恨你哦。不是真的圈圈圈啦。总之就是某个名字。那我跟他说你愿意看一下这个大叔的魔术表演吗？然后给我们钱啊。那警察就我看你们可能惊吓过度，有点脑袋混乱，可以帮我们叫救护车吗？对啊，救护车，你可以跟我们去那个房子看一下吗？那他就想了一下就好吧。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就说看来你们还挺聪明的嘛，那就放你们回去吧。那你们就听到了一个弹指之后呢，突然就昏迷了。再次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躺在床上。恭喜你们脱出。哎，大小
要是没有这个心理学，我就跟他走了耶。救护车呢？不用救护车啊，你们都躺得好好的。那大叔，大叔的蛋蛋他，大叔很好啦。大叔也是醒来在床上啊。跟他走的话会怎样吗？跟他走就另外一个结局啊。会怎样？跟他走的话，我们会被拼凑成一个人吗？不会不会，只有在那个唱歌受伤的那个人才会有一点伤痕，但是不会太影响。对，因为我的手有回来吗？有，你的手回来了，然后看起来完好无缺，也没有任何伤痕在上面。很好。嗯。那跟他走是怎样？会怎样？跟他走。跟他走的话，雷欧的手就会虽然也是回来了，但是手臂上会有一圈像是曾经被剁掉的伤痕。哦，棒哦，我就要跟着走了。哎，我也觉得，就是会有个好像蛮爽的那种，就是好像得到什么一些，你是去纹身哟之类的。那总之没事的话 ，HP 也是加回来啦。耶、yeah ，马卡龙没受伤、啊。对啊，你们是第二组没上车的人呢。有两组上车了。说的也是呢。马卡龙上车之后，上车之后会就是也是回到原本的地方就对了。对，上车之后你们会突然很想睡觉，然后就慢慢的睡着，醒来之后就会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呀、yeah ，听起来好奇怪哦。我也觉得好像被亮过。对啊，不同的点在哪？就是主要会比较危险的点就是如果大叔在那个房子里面受伤，然后你们又上车的话就会真的断掉。嗯，就是你的手，你的手会真的断掉。哦，什么意思？大叔受伤？就譬如说你们按错按钮害大叔受伤。为啥大叔是什么来历？他不是只是个魔术师吗？他是魔术师，但是他同时也是奈亚变成的。哪里？对，他其实是在近距离观察你们这样子。那我们一系列的作为都很正确。还好有冰他鸡鸡，对不对？还好揍他一拳。应该要更对他更加这样那样的、啊。我就知道每个人出来都这样子。要断他才对啊。然后那个警察也是奈亚。就是两个同时、这个是为这个剧本的大概剧本就是奈亚只是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杀人犯的行为非常有趣，那奈亚他就单纯只是个模仿犯、模仿犯是什么？模仿犯吗？模仿犯，中文好难，你有打错字咯。模仿犯，你有用 iPad 还是模仿犯啊？哦，哦，嗯，很单纯的，而且这个剧本也很快的，很安全。那如果我们一开始直接按上面那个绿色按钮，就会有流出对啊，就会流出水来。那其他的药片跟那个是干嘛的？药片就是混淆你们用的。哦，吃了会怎样？吃了不会怎么样？哪里？那打针会怎样吗？打针不会怎么样，里面只是水。哦，早知道就那个肉团呢？肉团是之前的被害者，他不会伤害你，但是我们伤害他很深。对，对不起，他就很可怜。我突然觉得马卡龙的大失败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好厉害哦。嗯。真的超厉害的，来塞奖励吧！你看那个药片没有屁用，拉掉了，真的，直接把药片塞进马卡龙嘴里了，真是。我已经回家了，抱歉。那脱兔成功一滴流，然后大叔还好好的一滴十，没有上车一滴十，你们自己加。18，我爆了。6 6 9 9 18 18。你们骰好高哦，这个。我也买。真的，一排的9。你们骰运超好的。谁那么不合群，骰一个4在中间啊？
是玛卡吗？他为什么想要带我们出去？哎呀，他最后的没有，他只是想看你们会不会很笨上他的车。哦，好吧，就各种，我也是奈亚嘛。那三只羊那个是什么意思？三只羊只是单纯一个，想不到标题就用三只羊吧。What？ 我说了，你想说羊到底羊？他的故事最后是怎样？他的故事最后就是那两只羊的身体彼此交换了，就像马卡龙跟加德一样。Why？ 是只会有点交换吗？还是其他部分也会啊？脸而已，你们要其他部分也可以啊。对啊，就应该要各种地方都可以交换才对啊。为什么沉默？还有人睡着，可恶！那个什么，那个柜子上面那些什么愤怒、暴力那个啊，是干嘛？只是标混淆视听，混淆视听，好烦啊！那如果我再猜猜我是谁，今天讲奈亚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他就会出。哦，搞屁啊！那也是混淆视听用的是吗？对呀、啊，好烦啊，这孩子，很多混淆视听的东西。我也这样子，太混了，太视听了。原来如此。对啊，而且还没有听到秋妹的两只老虎。真的？那为什么他是老虎啊？我只是随便选一个而已。所以奈亚为什么要两只老虎？也是没有特别，就是只是想看大家唱歌而已。对啊。哦，我以为是因为老虎有失去什么东西，所以很狠。我也觉得。不然之后就改成一只没有左手，一只没有右手好了。可是这是要你们唱的啊，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把歌词写在背面。对啊，刚刚刚好是奈亚唱到。原来如此。那我最常听到的版本其实是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欸。对啊，我也觉得。那也太可怕了，眼睛真的好可怕哦。可是这样唱起来很顺，你不知道为什么。到底谁想到可怕的歌词？对啊，童谣好像都还蛮可怕的。对啊，到底是什么心理变态？哎、欸，我来暂停一下录音的。哪里？